厨师也讲了嘛，那再来是我们的记者啦。那记者就是比较那个一点。好，结束。我们的摩尔豆的比值，找一个机会也讲一下哦，可不可以？它叫摩尔豆吗？啊？他都没有写清楚是怎样啦，哦哟，金豆他写金豆那摩尔豆可以干嘛？哈，可是我们为什么免费有金豆？啊？不，先祖先。我真的觉得那好笑我跟你们讲，任务太多了，就先主线。你的眼珠你要这样。你想，他给我磨耳豆了。脚印可以干嘛？我就不去别人家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在那边等啊。他其实蛮嘴炮的，这个。来，直接看名片比较快呀、啊，不要在那边去谁家。所以他其实可以去跨服去别人家，对不对？